林鄭月娥引述夏寶龍話：由佢主導嘅國安委履職盡責，高度評價警隊嘅國安工作。第一就令到香港整個社會都明白到香港嘅國家安全嘅缺口係唔能夠再容忍嘅，亦都令到特區政府咧係更加明白到喺香港社會係存在咗好多危害國家安全嘅風險，所以唔能夠再係視而不見啦。第三方面咧就係社會各界有好多團體、好多組織。他們的負責人呢也都是要對於長期潛伏在他們的機構或者他們的工作裏面這些會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呢都不要掉以輕心。